Say hi, it's my vlog camera. 大家好，我是麻友。我决定我今日的 vlog 呢就在这里开始。今日呢来到澳门。今日就是一个朋友的生日啦，有一间很特别的酒店。这间酒店呢是还未开幕的。咁呢听讲是下年唔知三月四月才开的。咁我哋今晚整个行程呢都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包括 cocktail 啦 ,dinner 啦，去到个 after party 呢都是在这里的。跟住我现在开始发觉呢YouTuber 真的很犀利，因为呢我发觉呢当我身边的朋友在这里的时候呢，我拿起个相机出来拍的时候呢，我不是很敢讲嘢，自己一个人拍嘢的时候呢我才敢讲多啲嘢。我觉得有些 YouTuber 很犀利，是可以很多朋友一起的时候呢都可以很犀利地主持啊，或者拍片啊，或者讲很多嘢，我觉得很犀利。这件事 我要好好学习一下。Anyway, 那呢、我现在就带你去看一间房先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酒店嘅嗰個 lobby 喎，睇下幾金碧輝煌。Hi， 係啦，呢個景咧，如果係喺度拍片啊或者拍 MV 咧，一定好靚，可唔可以幻想到？有冇有 feel 先？噔噔，我今晚會瞓嘅房啦，咁等我帶大家睇下啦。好啦，嘿，好搞笑地咧，係咧，大家會唔會見到咧？入咗去之後咧，係有兩部 lift 喺度嘅。咁呢兩部 lift 咧係可以直接通落去 lobby 嘅，你直接一搭 lift 就可以上到佢哋間房。但係佢而家未有嘅，所以我冇得去體驗呢樣嘢。咁跟住咧入到去之後就有第二對門啦，咁我就入去啦。噠噠，呢度咧就係我哋個房嘅廳。咁個地板咧就係鋪滿咗呢個黑白嘅 pattern 啦，跟住就繼續好多好多金色嘅元素喺度啦。跟住咧你見到個天花板啊、剩啊都係好。华丽金碧辉煌啊！呢啲哇，好似去罗马或者系啲唔知啲博物馆啲 friend。咁呢间酒店咧系有两间主房啦，咁咧其中一个朋友就住咗入边啦，咁就唔打搅佢啦。咁呢度咧就有个红酒柜啦，煲茶用嘅热水壶啦，跟住咧有 Evian 嘅水啦，跟住啲酒杯啦。呢度就有个迷你雪柜啦，入边有啲咩咧？入边系有可乐啦、雪碧啦、cream soda 啦、Red Bull 啦。啤酒啦，咁咧好搞笑喎！嗱，呢度咧呢间房咧系有厨房添噶，哇，好似去咗啲屋企厨房咁啊！跟住咧出翻嚟啦，呢度咧有个好搞笑嘅 area， 大家可以望下，系咪好华丽呢件事？呢个水晶灯简直感觉系价值连城嘅感觉，隔篱仲有几幅名画。这个 area 呢，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未装修好。我估这里是应该摆一个浴缸，因为呢很搞笑，你看这里有个冲凉那些呢，怕你跣亲有个扶手。咁跟住又有个电视mon喺度啦，这个影相位又是或者拍 MV 位。哇，在这里拍一只华丽邂逅，你说多华丽，拍一首华丽转身。跟住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镜，无限咁多块镜。跟住咧就有个客厕喺度啦。嗱，我觉得咧咁多个，即系去咗咁多个房，咁多个 area 咧，呢一个咧嘅 lighting 咧系最正常嘅。我阵间咧会拍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我就决定我喺呢间房度拍。因为咧呢度啲灯咧系，你睇下反到个样系，好啦，而家就系主人房啦。嘿，就喺前边呢度，你睇到我的衣柜添，系我今晚着嘅西装，阵间俾你睇。好啦，睇咗个，睇咗个房先，系啦，系咪有种梦幻嘅感觉呢？感觉呢个床咧有一种好梦幻咧，觉得迪士尼某一个 character 会喺度瞓嘅感觉啊，王子公主瞓嘅感觉。跟住床隔篱咧系又有呢啲好华丽嘅画啦。其实咧呢度即系其实我想讲都有少少惊噶，因为咧我唔知道那个 camera 拍出嚟有冇呢个感觉啦，但系就。个感觉系有少少暗暗地，有啲镜。咁呢间房咧，其实系劲多镜咯，但系就好彩唔系直接系对住张床咯。我哋睇厕所啦，入到去有冇一种教堂嘅感觉啊？用教堂形容厕所都几特别。系啦，睇到啦，有两个星盘啦，金碧辉煌星盘。呢一度拍一只 MV 嘅 bridge 位，好似好特别咯，好似好神秘咁样一只慢歌喺呢个位。厕所啦，正常厕所是用 Total 的自动厕所的，嘿，几犀利。跟住就是冲凉啦。我觉得我咁样拍一个 vlog 啦，我自己都会冇咁惊咯。
因为呢、首先好彩啦，今晚就有一个朋友同我一起 share 间房啦。第二就是即係我已经熟悉，即係行咗圈之后呢就比较熟悉呢个地方囉。如果唔係呢真係好驚㗎嘛，我会係囉。咁呢我而家呢就要慢慢去 get ready 啦。我諗呢个 get ready with me 会分另外一条片出嘅。因为呢我特登嚟澳门嘅时候呢，我特登 pack 好咗我啲化妆品。我誓要拍一个所有 product 都系未喺我条 channel 出过嘅 get ready with me 俾你哋睇。福睇到我讲一样，我好鍾意嗰啲 3C 唇膏啊， Dior foundation 啊， Tarte concealer 啊，全部嚟一转身嘅，好冇？所以个身体呢就留意嗰一条嘅 get ready with me 啦。我漏咗想讲呢度嘅拖鞋系劲靓，见唔见到啊？系灯芯绒 velvet 嘅。slippers 好靓，有一种 Louboutin 嘅感觉。OK， hi， 我而家 get 完 ready 啦，而家落去，而家系8:49，50分啦，而家即刻冲落去，耶！我由细识到大嘅朋友，佢叫做 Elson 啊。我系Whisper， 系 Andrew 啊，系系。又瘦咗又靓咗喎，哇，好有魅力啊！你呢个眼神，你爱唔爱我啊？你唔可以 lie to the camera。No.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Shots everyone please. 依家系11:00，叔叔不肯了 ，I need to sleep。呢个先至做 ending。Bye。早晨，醒啦，而家系第二日啦，咁咧准备要上船啦。其实寻晚冇饮醉酒啊，饮咗两杯，只系超级眼瞓。系啦，呢个就系我澳门一日游嘅行程。Vlog， 快啲大家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Happy weekend， bye。